我们这条路就是高速公路，那台湾呢是其他的国家的高速公路，是怎么样？但是我们这边是因为两边都是有高高的树，所以叫做高速公路，树木的树，高速公路。对。这个地方哈，其实人口哈也不多哈，大家有看到哈，你们下飞机之前哈，这个坐在窗哈旁边等哈，有没有看到哈？有没有欣赏到哈？还有那个码头的是吧？整个画面哈。就像哈。梦美，晚上哈、上飞机的时候、下海的时候，就像啊，印度啊，好像每天都在过这个花灯节啊。所以这边的。农业哈，也是哈，不是很好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缺水，这是一个很多的问题。所以，在北方方哈的农业跟这个南部哈南印度，其实这个呢，台湾的发达也是在哈。孟买啊，这个马哈拉斯塔哈，这个政府的哈判例，这是正常啊。请大家哈，不重要的东西哈，可以放在车上啊，重要的东西带着比较好啊，比较好走路啊。还有到政府哈，拍照啊，不要用这个。我们预计。